又唔夠我啦。我牙冇事，老婆系啊，牙冇事。你睇你老病好冇感觉，老是讲话冇生话死啦。你哪不叫你爸啊？我不是你讲白话你爸，你干嘛？孙仔的人奈这尼无礼貌，啊！你讲出去哦，是用笑讲你这做老母的无甲囝教好，无家教呢。我再讲，你阿洪是阿兄，也毋知影娘小弟，啊！你以后出去要哪有出脱啦？你是讲煞未哈？讲话三讲啦，这用酸的啊！啊，阮阿洪敢有讲唔对啊？恁阿公阿婆本来就是讲话无算话的傲人啦，啊！大人欠钱，唔行就煞煞去啦。啊，即马餐厅在算嘛在花啦，真正是食惊少胃头暖气哦。吼、哦，你这只鸟车囝真够拍空哦。小查某，你是讲煞未啊？你莫叫是恁家有几个钱，你就当晓摆哦，晓摆无就赔久啦。是啊，哎呦，我这当底想咧，安尼才奇怪啦，恁家吼那都赔这尔久啊啦。我这个做大事，我嘛就希望恁家赶紧发达起来啦，赶紧将欠阮阿雄的23,846块五给进行来啦。阿弟啊！哎呦，痛死啦！你是讲煞袂啦？哦，你讲到我当然在听到唔敢出来呢。讲到这来也歹听哦，咱以后两家是要来面对啦。你嘛真笑亏呢哈！人咧欠人钱，唔行都唔惊计较。啊，等到你在这都惊歹势哈！阿美啊，阿瑞啊，等恁大嫂干那样出去吹，你嘛知啦吼，莫想遐济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什么无代志哈？咱这顶厝叫不要你小弟摆了了啊啦！好啊啦，阿美啊，行礼拜啦，礼拜啦，礼拜啦。阿姨啊，行来找你老伯。阿红啊，你行来创啊？紧礼拜啦！行啦，行入边啦，入边啦。阿美啊，哦，你甲阿瑞啊吼，敢着安尼，逐工安尼，你一句来，伊一句去，啊，敢那起脚动手，吼，拜托个啦，你予我耳孔吼，小安静一工啊啦。无啊，等咱晚上啊，你即摆是咧讲啥哈？你也毋想看卖咧？我安尼都想着啥啊？敢想着咱全家伙啊？讲着你迄个小弟啊，拢是你啦，你家己先歹去啦。啊，若无吼，伊再安尼要食唔讨趁啦，欠人一个唔行啦。啊，我都今仔讲甲臭去，迄个迄个狗死囡仔阿甲求咱阿凤啊，我只不过是念皮龟龟尔咧，你著替伊在讲话啦。阿叔，你去教育伊哪女啊？吓哈？哦，咪啊，你是讲倒位去啦？咱阿女也是咱弟夫啊呢，啊，咱做人大兄大嫂，你嘛想体谅一下，让一下死哦。搁再讲哦，我认为万秋啊，总有一天伊会好好振作起来，啊，莫伫个上困难的时阵哦，咱来甲逼啦。哈，你啊，你即摆是安怎哈？你规天讲在使用哈？我继续安尼落去吼，咱早晚都要休假啦。我靠，擦干你搁咧困，干目睭，干目睭，你给我起来啦！你睡袂起啦，无看我困了。你头已经晒脚床啊咧，你搁困到这尼落面，你敢知影？恁阿兄迄家伙还搁甲咱欺负我啦！你看啦，阿基啦，搁予阿红迄个狗死囡仔拍。哼，真正是吼，大狗爬墙，小狗看样。你甲拜托的好无啦？啊，妈逐天哦，拢用一个话题哦来甲我咧吵好无？我透早到八点半，我等下困尔，拄我落眠尔，你就甲我吵起来，我管他你家事安怎呢？小查某，阿妈手，你是咧起啥样啊？你若讲安尼，我就真正起啥样看。你又袂记得讲？我若看到你安尼，我就规巴倒火。
呢。咱的生活都已经真艰苦，真正要过袂落去。我即马阁有心，安尼以后是要安怎哈？讲来讲去吼，拢嘛是你的死老爸唔好啦，家分了这么无公平，害咱的运气这么歹。家你嘛歹透。这才几百年前的代志，你搁提来咧讲啊？阮老爸骨头都听我提来拍鼓啊，你还搁会记？你记性才有好啊！搁再讲啊，阮阿爷啊，本来就对咱袂歹，你莫逐摆吼，甲阿嫂同我大细声啊！哎，你即马搁咧替因讲话哦？因根本就是假好心嘛，一身钱看甲比龙阿爷搁较大，啊，我唔管啦，为着咱拄着什么衰尾代志哦，拢嘛因害的。别啦，才几礼拜啊！哎，啊你嘛莫急点点，你讲看嘛，咱以后是要安怎啊？啊，你搁会当困去哦？这是一对兄弟住在同一户大院里所衍生出的人生戏码。哥哥万松个性老实善良，除了苦恼要面对妻子美宝的叨念之外，是个乐天知命的庄稼汉。弟弟万树恰巧与哥哥相反，典型的假号做 King Kong， 成天剧赌又不务正业，能顺利娶妻生子活到今日，哥哥万松实在是功不可没。可惜啊，这两个兄弟都各自娶到了一个厉害的老婆。大嫂美宝全身上下最厉害的地方，便是那张毒死人不偿命的嘴，碎碎念的功力还曾经逼得万松差点受不了要去自杀。小沈金蕊也是个厉害的狠角色，从外表看起来绝对是个温柔婉约的女子，可是一发起飙来却是包黑脸断案子，六亲不认。这两个火呛又不肯吃亏的女人，虽然各自住在三合院的两头，但是种种的生活过节早已让两人种下的嫌隙越发茁壮，维持在两兄弟面前的假象平和即将一触即发。来啊，买菜哦，买菜，来啊，买菜啦，来哦，天气啦，啊，天气够热，真是真尔过分哦。嘿呀，啊，无采讲恁阿雄哦，一直较照顾迄个小弟。就是讲咩，我本来嘛想讲吼，阮大家拢是一家人啦，迄生活较艰苦一点嘛，忍着就过去啊。啊，要咱知影吼，迄死阿瑞啊，啊，竟然叫伊拿出来甲阮借钱，唔行呢，真正是软头青骨嘞。杜准讲哦，你一只狗啊啦，迄狗啊看到主人，嘛摇尾溜对无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恁大家讲看卖嘞，迄若是继续安尼落去吼，阮的生活是要安怎过啦？哎呦，侥幸哦，啊，一人一家单。哪有人借钱无爱还的啦？是讲恁迄个目睭嘛足奇怪呢，安尼急点点还，阿你安尼乌白来哦？无，你是咧讲啥物人乌白来？你这乌巴桑，一天到晚食饱收闲，敢来还讲人的闲话话？老在调，徛来我面头前讲给我听啊！讲就讲啊，阮讲的本来就是事实啦，无你有啥物意见啊？我早就对你有意见啦。大米宝，你迄个嘴吼，真正是啥物死人骨头拢讲得出来。我毋捌看过比你搁较袂见笑的。哦，你这死大刀啊哈！哎，你真正是贼口人哦哈！我是你大嫂嘞哈，当初是男生我甲你照顾，你怎去路边做去食啦？大嫂，这种话你搁讲得出来？若不是看到阮万秋的面子上哦，你做嘛早就对你无客气啊？好啊，无规矩安尼啦，今日你对我有啥物不满哦？咱做一间吃吃啦。好啊。你莫叫是讲你是大刀啊！我都唔敢甲你拍，无你是要安怎？哎呀，小查某，我就想要安怎？哎呀，小查某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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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查某，哎呦，哎呦。
惊疼。嗯，假敖哦，你惊疼哦，就莫甲人冤家啦。恁两个东西吼，踮外口咧拍到规身骨伤，我真正杀你无法度啦。哎，哦，你即摆叫是讲我是食饱受影响了哈？哎，拢是迄个小查某，伊先对我起脚动手呢。我拢是为着你的面子，我才甲伊理论的。嗯，讲到遐尔好听，恁查某人的代志莫牵头入我遮来啦。本来就是啊。哎，你敢知影即摆外口人哦？拢讲你这个小弟吼，会变到这尔无出脱，拢是你这个做阿兄害的啦。啥？我害的？无你是咧讲放假哦？你若唔相信吼，你即摆会当出去问啊，看你是要问迄个猪肉王啊，还是倒偷水的阿兄啊？大家拢讲吼，你是哦龙眼头啦，讲恁的小弟哦，都是让你生歹去的啦，伊才会得愈来愈唔是款。唉，枉费哦，枉费你一片的苦心。大敢真是安尼讲？你免闹可能啦！我这做阿兄帮助家己的小弟，安尼也唔对哦。你的用心是无唔对啦，啊，唔讲吼，你的做法唔对啦。阿雄啊，我唔知甲你讲过几啊百摆，你都是唔听。你就是心肝受软啦。你的小弟哦，唔只无将你讲的话藏在心内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即间吼态度就要坦白咧。让他知道你真的是为了他好啊，不要去找头路，让他好好打拼一下，这样以后他才有出脱啦。你说的也有理的。对啊，不然你现在是说真的说假的啊？我当然是说真的啦。万青啊，阿兄已经决定了啦，你哦，别再继续这样放荡下去，赶紧找一份正当的头路啦，将你所欠我那些钱哦一个月来还我，你即摆是咧讲什么瞎话？那有可能啦，两万块呢，你当作小数无啊？哎，一个月哪有怎还啊？你这是狂要啦！这，也毋过我安尼是为你好啊，你一定哦爱好好振作起来啦。啊，若无哦，大家拢讲我安尼甲你放点点，害你哦到即摆一角银仔无欠着咧。大伯啊，你话嘛莫讲啊，遮尼好听。你无想要借钱，你就讲一声嘛，阮嘛袂去为难你啊。你明明知影阮家即摆的状况，啊，伫个即个时阵，你才要叫阮还钱哦、喔。啊，你不晓得讲啥啦？讲讲嫌要创啊啦？阮全毋是迄种人啦。阿瑞啊，我毋是即个意思啦。哎，我较好莫讲话啦。我安尼做吼，真正是为着恁好个啦。莫再来讲笑话啦，我加一句话啦。爱钱无啦，爱命一条啦。志光啊，卡细腻啊。志光啊。志光啊。哦。你店长啊，来来来，给你的。哦，好，当主家。嘿，志光啊，来来来，这边。哦哦。带遐济人，啊！甲志光来这是要创啥啦？哎呦，当然是请志光来替咱调解做主啊！我相信哦，伫咧这种公开的场面，应该袂有人不好啦。那有啥物通好调解的啦？你要叫我讲，我嘛甲伊讲啊。恁来遮戆啦！当然是为着恁小弟欠咱钱的代志。啊！你要做这个代志，首先咱无甲我参详一下咧。这也着搁参详哦。你昨暝不是讲，你要想一下办法，让恁的小弟哦，好好振作一下。万青啊，你即马知影恁兄说的做人啊吼，因根本就是讲一套做一套嘛。表面上讲是为你好啦，私底下你看，带一堆人啦来给你闹鬼，根本就是小人嘛。大爷，我到今日才知影，原来你是三明刀鬼的人，你啊，我。好啊啦，莫点仔废话遮多啦！志光啊，厝边隔壁，啊恁大家吼，今仔日一定好好替阮阿雄做主啦。无你即摆是想要安怎？安怎？哈哈！哎呦，啊一笔钱欠遮久啊，啊无法度通好还啊。真简单啦，挂恁花底地来卖啊。无啊，啊无你即摆是咧讲啥啊？是做善的对啦，总也强存你这半块地尔啦，半块地搁予你，阿摆阮两阿母出来食啥？好啊！你真好啊！你阿咪啊！你滚阿姐的扁担子啦！
煞来搁连累害到你的某囝咧替你吃苦。我哪有啦，这讲啦。点伊啦？要我拢感觉讲阿美的建议吼，真公平，要我嘛真该赞成啊。你迄一半的土地啊，要培养别人不如归去，你著培养家己，安尼无可好。志刚啊，来来，遐坐啦。你有听到无？这是志刚的决定诶，连伊拢感觉安尼就是公平啦。你哦，就莫踮咧啰里啰嗦，怪我无情无义。我会安尼做，拢是为着这间厝呢。这场兄弟间的金钱纠纷，最后在美宝的催动下，透过村长等人公正的判断后，裁定把万树家仅存的一块田地分一半给万松家，无条件使用，其收益当然也归万松家当作补偿。从这天起，这共住一屋檐下的两家人算是彻底决裂了。只是谁也料不到，单纯的家庭问题竟然会演变出一桩匪夷所思的命案。自古以来，一个家庭里除了典型的婆媳问题之外，妯娌之间的问题大概也是让人难以招架的难题之一。就像今天的剧中人物金蕊跟美宝。故事看到这里，相信您也跟我一样，对这两个宝贝人物感到扎实。就连一点小状况都能够闹到石破天惊，更引发接下来一连串让人难以置信的诡异发展。我们换个角度来看，要是他们能把用心算计对的力量拿来化解小怨，要是他们的个性不是那么样的火呛不让步，非得争个你死我活，相信后来你看到的所有状况都是可以避免掉的。如果金蕊跟美宝早知道结局会是如此，应该也会尽力化解。可惜啊，千金难买早知道。袂上哈，点嘴看卖咧哈。当初你无一通买米的时阵哦，一声乎你去阮家米人砍米哈，佫乎你安尼爱砍偌济砍偌济。啊，佫有咧，恁欠干妈点钱啊？啊，佫有遐娇小，是啥替你请的哈？恁家真穷，当初毋是阮家替你斗相共的哈？你这忘恩背义的笨兽人哈！今仔我替陈家祖先哈，教训你个带赛的新妇人。你凭什么教训我？我这无心灵，你是我的大嫂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啦，出去啦！你这小子。你嘛大你的岁哦，你今日甲对方无大无细哈，我今日无甲你驾驶哦，咱不是错苹果，出去啊！你给我出去！你这个无好背的小杂毛，我叫不认识的好汉，什么无好背呀？我大哥也背你，我你想要怎？太怕了！操心！你这臭仔！太怕了！你这是怕我死小啦哈？大死大命哈？怕死！敢怕死，一死都命要哪哈？你这妖兽兵啊你啊，哈！连大嫂你也敢打你啊？你是真有够过分的你啊！哈！哇！我连你都要信到你啦！大兄我不信到啊！哈！你连我大兄你也敢打？你真正是无听到好你哈！哎！阿红，你妖兽啊，莫安尼啦！大家拢是家己的人，哈！莫搁冤家啦！较冷静嘞，较冷静嘞啦！我本来搁想讲吼。我大人那是全家伙啊！你即摆吼，随我死出去！什么一家人？出嫁跟你生啊，你离啊啦！
自陪在世的时候，我拢讲好话啦，莫搁提做讲你个啊啦。好，这是你讲的吼，一人一家担，你怎随家死出去啦？你凭啥来甲我找啊？出去，恁爸无这个小弟啦。凭啥？你这要吃唔妥当跋筊鬼哈？有才调你家己出去打拼啦！你莫踮遐靠做讲啊说吼，事无够，搁踮遐干共倒骂啦。我吼，若无甲恁兜吼，随啊随个太太死哦，我就无叫陈万秋啦。啊，妈呀！哼哼万松与万树这两家的摩擦和冲突越来越尖锐化，只是此刻的万树又怎会料想得到，他在盛怒之下所冲出的气话竟然会在几天后的傍晚开始发酵，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。我这个做阿兄，真唔得啦，啊！枉费我对恁这尼啊好，帮助恁，结果咧，互恁安尼搞对待哦，哼！我唔相信恁出来，袂这么等，阿雄啊，好食饭啊啦，看来恁今日歹食啊。我唔食啦，要食恁家己食啦，我无心情啦，哼！哎，啊，你到底是要去到当时啦？你吼上好就气好死啊，安尼伊遐口罩吼就欢喜啊啦。甲你讲不爱吃就不爱吃啦，你听无你啦，莫那么烦啦。唔吃就莫吃，你就歹啥哈？吃饭我看你面色哦。啊啊，加班啦！到底要是安怎？是安怎啦？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啊！我肚子足痛的啦！我肚痛啊！我肚子足痛的啦！阿红，阿红，你是安怎啦？你也我肚子痛啊！哦，哎呦，你你你慢些啦！我先带你去病院看。来来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医生，伊咧情形安怎？真歹势，阮紧进去，因个因母仔囝死因真可疑，我用电叫远甲法医来啦。袂当安尼啦，嘿，无可能的啦，拄只伊也阁好好，你哪会安尼啦？先生，你阿弟袂错，先生，阿弟啊，阿弟啊，你啊。你是要来创啥？因是阮某甲阮囝。陈先生，这是警方甲问法医啦，因是来替伊验尸的。未证为死者，因平常时的身体拢无啥问题，所以我怀疑死因并无单纯，请王法医来看一下。我感冒，妈啦，安尼，你包到来等我，唔同你流出来，唔系啦，我不爱伊死个这样痛苦，唔系啦，我不爱啦，拜托你，你放心的啦。无别项办法啦，一定要破白检验的。敢讲你希望伊死个不明不白的？我，个啊，我唔敢啦。好了，不过你，那了了。
事到如今，万松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梅宝母子两人的尸体被开膛剖肚。因拢是中毒死亡的。中毒？哪会中毒？我想是有人用农药掺伫因食的物件，互因食入的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因互人下毒哦？嗯。张先生，你到底找着什么人？我。我就无叫陈万秋啦！伊就迄个薛金生，我就让你全报仇。陈万秋啊，你敢袂死出来？你要死你啊！这种代志你也做会出来？你是要吃鸟药哦？你作践作孙啦，死不能救啦！你阿婆安那哈？你先听笑笑，你别给我怕死就对啦！阿婆，你不能死！阿爷，这是欺负我，打死啦！这是什么？从上头做你不然啦？你这精神啊你啊！规家伙敢若剩我一个人尔啦！你若要给我毒死，你就给我毒死，你知影？我怎会应该给你毒死啦？啊！你规阵人啊，再来混蛋创啥？出去啦！出去啦！你个特别假，哈！无你即摆跟我来见阿帅面头前，伊变作鬼卖，甲你见出来啦！看你敢搁再来介绍无？无啊！你怎听到他在讲啥话啊？我听拢无啊！什么鬼无鬼啊？你听讲要搞黑钱来滴？跟你拼，你怎钱哪得？当然，邱先生，妈，我怀疑伊下毒，毒死你阿嫂，甲你阿孙。我希望你跟我警方配合，跟我来派出所一趟。阿爷，阿叔跟阿红死啊！你别再乱讲啦！我哪有可能害死人啊？我大爷，你这意思是讲我给害死就对啦？不是你，也不是啥啦。之前你不是讲要跟姑姑来代事，敢不是？无啦，我是讲气话尔啦。死啊死啊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无啦！啊，若无啊，我就算让你听，人不是我害死的。啊，若无我出去哦，就让你讲假死。对啊，你到死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万秋拢已经救出来，无你想安怎？虽然万树精蕊坚决否认，但是激动的万松还是一口咬定，绝对是弟弟万树下了毒。而且一旁的村民也证实说，在惨案发生前几天，万树的确扬言要杀死万松一家人。在不到几天后就发生这等惨剧，叫人不怀疑也难。于是万树与金蕊都被带回警局侦办。事后警方在万松家发现汤里的成分跟死者胃里的农药成分相同，确定是遭人下毒毒死。不过随后却又证实了事发当时万树跟金蕊都有不在场证明，而且在其家中也找不到下毒的农药瓶，没有足够证据，唯有将两人斥回。但是万松是绝对不相信的，他认定一定是弟弟害死了他们一家人。不相往来的两兄弟这下子的仇恨是越结越深了。是阮家的闲钱呢。
恁爸爸已经给你吃啦，你无看迄山乌鸡哟，恁就伫迄边啦，走啦走啦，回去啦。哎、欸，啊恁哪会这么当生啊？啊恁家的番薯遐尼多，我学一挂先死哦。伫恁家即马敢剩你一个人，也无人好好甲你斗食。哈，好啊，这小杂毛吼，你是怎搞恐吓呢？哈，你竟然敢讲这种话啊？哈，你哦绝对哦死不人靠的啦。我有啥物头毫唔敢讲的？即马规阵仔头头的拢认定我甲万秋是杀人凶手啦。我知啦，你拢希望我叫你讲卡死。即马连阮后生阿弟也嘛带衰，行到倒就叫阮骂到倒，叫惨嘛死，三不五时就甲阮叫去问，问到阮拢无面头见人安尼，害阮的生活愈来愈艰苦。安尼你有怀疑啊吼？是安那，一个囡仔拗嘟嘟，食着屎了啦！啊，毋是你迄个神经阿兄，干呐伊拗几条番薯尔，都互伊骂算嘞。不是，啊，无即摆是要安怎啦？当啥物放我线啦？真正是带衰笑。恁爸即摆去跋筊，都去互恁老公啦。无做代志，佫无赖，真正甲喷火。万秋啊，我看过是安尼啦，咱搬出来住啦。你是轻巧的啦，即嘛是有钱通租厝了啦。啊，无做无做，是变安怎啦？哼，我话你啊，明仔载哦，早就退公伯遐啦，甲酒同抓啦，看啥有偌像啦，叫啥物来做阵啦。哎，万秋啊，你莫这么冲动啦，你安尼做，人会继续讲咱是超工要做人看。啊，无安尼也袂用的，啊安尼也袂用的，无是变安怎啦？啊！哪想都想无呢，啥物人生活这么强？迄毒药落到这么重，一脚就该害死啦！你若讲有较准则的，就好。我的房间有片的，我两个已经输几万块了，不要做了。大妹啊，你不要吃了，你莫来吃，滚出来！你这是创啥货啊？你这番薯汤倒来？你敢煮还袂记得哦，小杂货！我哪煮番薯汤啦？啊，无滚煮的啊！我套餐都去买菜呢，你看，准备餐都不要你吃，我哪有时间煮番薯汤？真正不是你煮的啊？不是啦，啊，无这谁煮的啦？敢是阿伯煮来分咱呢？即摆除了伊嘛无别人啊，变鬼变怪，所以这点在要创啥货？我来甲问甲清楚咧。阿爸，你要去倒？大人的代志，你咱莫讲话啦，点点啦。阿母，我要食这。莫食啦，食这啦。姐姐，继续上课。老大呀，韩志东退去啦，我来接他啦。啥子太霸？无啊，你即摆来阮家里创啥哈？我才无欢迎你啦！你搞出去，我较紧来较知影哈。原来你这么以为啊？哇，你讲的什么笑话啊？哈，阮阿美甲阿红拢互你害死啊！你超工摕这个韩志东来才搞去。你是怎搞怪阮的？想害死你某啊！我来讲啊，这边没有，我做就是我做啦，莫一家家嘛，想干想干，买来就不赖我啦。你讲我咧煮番薯汤，无啊，你食甲歹啦，我哪有你闲工煮番薯汤，互你这样酒啉啦？你若搁再这么恶不人来哦，我绝对袂让你好过啦。啊，我出来啦，出去。
出去出去，啊出去啦，妈，回来啦，我回来啦，安怎？出去！好大，你个来气我埋啊！好啦，无要紧啦，啊。啊，唔好加载，好加载者吼是铁的，那灰的吼，要叫化去啊！哼，番薯汤都无菜。啊，有做生意就是死晓，死子讲啊，这道番薯汤唔是你煮的，骗笑的。啊，无上煮啊，鬼煮的啥？我收了。行行行，你先紧张个啥？无啦，啊你紧讲，你到底想啥物啊？干嘛是大事啊？知影讲甲害死迄个人是啥物人，所以暗时咧，就倒转来煮个番薯汤，家己惊。阿丽，阿丽，好，你放个哦，袂食，我歹人讲。现在讲讲，你这行安怎的啦？你行怪怪的。那平常时的时阵，你是安七七啊五八啊，啊，今仔做那细心啊细心。无啊，哪有吧？阿瑞啊，一定是你，你无胆，你行几条？我昨昏行过是安怎？无胆是死哦。真正是不简单，把当作阮某放去，我来扣的。面对金蕊毫无预警的发飙与惊恐反应，神经大条的万树只觉得莫名其妙，压根没有去多想。然而他们又怎会料想得到，今天的地瓜汤事件只是一把开启因果的钥匙，一连串揭露事实真相的布局才正要精彩上演。是啥人在遐咧动物件啦？慢手，嗯，慢手，那人呢？是怎样的？
来走，脚要创啥？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是无听的哦。啊，你半暝唔睏，走来走脚，切切是要创啥啦？慢手啊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炖的地瓜汤始作俑者竟然是万树本人，但他为什么又像是失了魂一般的毫无意识呢？目睹一切的金蕊早已吓得心魂不定，恐惧莫名的不安占据了他的脑海，让他一夜不能眠。一直到天空发白，万树醒来之后，金蕊才敢急忙将昨夜的诡异状况告诉万树。我跟你讲啊，昨天到半暝后起，干嘛都在呢？我，你是咧讲生笑呀？七早八早你又袂讲啥？我哪有咧跟你讲生笑啦？真实的啦！好啦，你莫那乱啦，你无看困在眠床的哦？是真实的啦。真实的了啦，真的了啦，骗啦，无阿骗，那无啦，你跟你骗干嘛嘞？有嘞，那侬为啥这么憨机逼呢？夭寿啊！我那一点印象都无啊，我系压力伤重啦，你也想看嘛？我跋筊也袂赢，搁欠大两万块，四界搁咧欠钱。我才可怜。好啊啦，莫这么冷笑话啦。哎，万秋，你看，是咪恁大嫂回来啊？没吧，人死就死啊，是要回来创啊？哎，不可能。就算讲伊回来，无单是要安怎啦？我将来啊，咱也莫对不起伊啊，也莫做过什么亏心事啦。搁再讲哦。遐个钱啊，咱是甲借个，哈，唔是去甲偷摕个了，对无？咱是咧烦恼啥？连刚你若是搁拄着伊个时阵，你甲拍只招呼者，讲叫伊免烦恼啦。遐个钱吼，我会还伊啦，真正是死爱钱，你死去啊吼，搁转来要讨钱啦。阿妹啊，阿红，若袂可能，才整个头内底警察要抓凶手哦，嘿，无可能的啦。恁哦，假使若有连为啥，你还靠家己去抓凶手，唔通让伊踮外口乌白乱来。有听到无？你甲爸安尼，我是要怎困？我安尼是为你好呢，较歹你半暝又走起来。哎，我知啦，但是安尼就歹困你啦。啊，过工起来哦，一定腰酸背痛。哎，别安尼吹啦哦。好，来啦，困。哎呦！我都唔信讲，甲你爸安尼困哦，半暝你搁会当走去走啊采番薯。这安尼是要怎困啊？你规去提灯啊来定定好啊。好啦，这是要怎困啊？
哦，真够难爬嘞！俺是不要困，俺得滚一卡。滚呐！
目睭抓紧去看，你是要惊死啊？阿舅，安怎？哦，我唔只要让你惊死，你敢知影？你搁要遐话说，你知无？来啦！起来看，大只！你看，这什么啊？我是哪鬼？我是鬼啊！你呀、啊，你家己画呢？我家己画，搁画较红。哎呀，阿秋啊，别安怎啦？若果安尼落去哦，我让你惊死啦！我真正困到一半，家己搁变。这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啊！夫妻俩为此一夜未眠，万树担心自己是梦游，所以不敢再入睡，而金蕊却担心嫂子美宝会再回来，眼睛连眨都不敢眨一下，就这样撑过了一夜。只是诡异的状况并没有因为天亮而结束，就在金蕊出门去买早餐的时候，万树的行为也开始跟着失控了。董事长，你坐着听我讲啦。自今麦开始哦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好好弥补你哈。很爽啊！无啊，你大猪大走，你到底创啥哈？我顶面不是跟你讲话吗？你搁干？啊好啊，你别惊出来。来啦来啦，快去遐大要创啥？董事长，你坐着听我讲啦。自今麦开始哦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好好弥补你哈。来，吃饭。你是吃不吃药的少啊？你神经病哦啊！你到底隔壁啦，紧回去啦。好啦，较早的代志哦，就莫阁计较。今仔日哦，我煮足侪好食的菜，你来你食。那，螃蟹啦，我食饭啦。刷刷起来，自细汉吼，我都讲袂赢你啦，食就食，恁袂惊你哦。口味哪跟阿美煮的口味一样款？阿美啊，不但晚上我吃饭就吃饭啦，这想我这是创啥？小汤哈，我给你带一碗。阿弥时阵啊，你搁讲生笑，阿舅啊，啊，这条是安怎啦？透气透气啦！阿舅啊，我问你咧，你拄只是安怎胖汤叫你阿兄啉啊？我胖汤给阮阿兄啉，你唔多就你目睭看到啊！我胖的话你唔知有影啊！你咧起笑了？真实的啦！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！哇，谢谢！我最近哦，实在是哦，暗时在困哦，困了歹。我来补一下面，啊，来安神够个，能够搞，啊哟，坏卡！不来不来，不是这样子。
阿秋，那要干安尼啊？甲恁求一挂平安，请恁保庇阮全家会当平平安安过日子啊！你早开始走一段啦。害死！原来这一切拢是你做的哦，是你害你妈生的心上。安怎？这招袂歹吼。求你原谅我啦，阿哥，慢求。
你真正什么代志拢唔知影，我会保守你啦，我会替你照顾大妹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你放我走啦，我拜托你。我无可能这么简单放你走，你敢知影？我是安怎无一开始就将你害死？那是因为我的爸妈那甲你接驳，我会看你痛苦，我会看你心不如死。阿叔，我求你啦，你放过万秋，我甲你做的代志，我甲你担，我会去担，我会去担啦。还是无可能啊！我爱你死比我搁较歹看。你在创啊？安秋，失恋了。
其实阿嫂甲阿红是我害死的。虽然当初我毋是故意，啊，毋过我应该为我所做一切来负责任。所以我选择啉农药自杀，来弥补我的过错。万秋，那日得拜托你照顾阿女。这是阿女写的遗书啊，应该是啊。我醒起时阵就发现着啊，大足歹势，我一直拢误会你，我唔知这一切拢是阿女做的。好啊，咱莫阁讲啊啦，一切代志拢过去啊，希望这件代志吼到这为止就好啊。无啦，大，我过去温温婉婉，还放水流啦，咱是亲兄弟啊。南青啊，你看，咱从伊这两个同事啊吼合纵做伙，你看安尼好无？好啊。哇，这个、四万上啊哈，伊是头壳咧底塞哦哈，无代无志将这小查某送来遮。哎，无你是讲煞未哈？你叫是我愿意哦，我嘛是吃委屈呢。你竟然敢对我大细声哈？你唔通袂记哩哦，阮母阿囝吼拢是你害死的呢。嘿，又搁安怎？我这条命唔是共我背后你啊，无你搁想要安怎哈？我警告你哦，你莫对阮万秋啊甲阿姨啊学袂来哦。啊，若无，我就对你万秋无客气哦。哦，那讲到这吼，我就生气啦。哎，不管哪讲吼，阮倒是两个呢哈。啊！你迄条贱命是要怎甲阮比啦？还佫讲阮万贯团咧刷刷去哈，拢是阮万上啊做人受苦，心肝受软啦。小查某，无你是提刷袂哈？我巴肚内底囡仔无算数，我一死两命嘞，比你佫较凄惨嘞。你骂我小查某，你才小查某嘞哈，我来插你啦。